前山老人会太鼓班队的成立受到许多长者喜爱，都一同来打鼓，乐活身心。但因为之前鼓具不足，课程办理不便，幸好在县议员蔡孟娥协助下，也将不足的鼓具购买完成。阮是前山老人会哈，太鼓班呢，我就是阮真侪老人拢真想要来讲这个鼓，就是有困难的讲啊，阮的鼓无够，无够，拢甲明山寺借鼓来鼓。即马就是有甲透过议员的关系来甲拜托吼，有答应讲要甲买鼓，即马才有甲买这个鼓吼，安尼阮即马安尼，大家即个学员，即大家即有迄个鼓好来好来讲安尼，感谢咱政府的这个德政啊，真好安尼。看到长者透过打太鼓脸上所洋溢的笑容，以及对于身心健康的维护，县议员蔡孟娥也很高兴，能够尽一份力协助前山老人会照顾长者。因为伊讲要学鼓啊，无教鼓啊，来甲孟娥讲哦，只要呢啊老人会爱用的物件爱设备吼，孟娥一定会看到遮的时段啊，咱遮的好朋友吼，伫遮咧拍鼓，真正。开心啦吼，哎嘛学了真好，老师嘛真好教。这次有新买真侪粒鼓啦吼，啊如果若是无够，咱后续嘛是会继续来做吼。咱希望讲哦，咱遮个啊是大好朋友咯，会当好过着上快乐的生活。县议员蔡孟娥感谢前山老人会的用心，办理许多课程活动，关怀照顾长者，也希望借此让长者的晚年生活都能够过得精彩充实。啊，咱真感谢咱的前山老人会的理事长，啊，咱的总干事团队，啊，对着咱遮是大，咱遮好朋友真正用心的照顾。啊，因的课程相当相当多，啊，有迄个电脑啦吼，跳舞、唱歌，啊，即卖即个是太鼓。啊，咱希望讲咱遮的是大好朋友伫即个广告的同时，会当发现伊的情绪，会当伫遮得到真正快乐的时间，啊，嘛会当吼身体健康吃饱伊。议长何胜峰肯定蔡议员对前山老人会的用心关怀，相信在鼓具购买充足之下，每位长者都能够透过打鼓来好好活动，使身心愉悦，身体更加健康。记者卢玉凯竹山采访报道。